大家好，我是 DJ 阿周，今天要为各位介绍位于上海南京东路步行街附近的一间烤鱼店，这是重庆鸡公煲村夫烤鱼浙江东路店。想到这鱼好不好吃？你可以告诉我好不好吃？真的太好吃了，这一只。味道太好了，这只在上海吃的回鱼，进来还是新鲜的，还是活的。你再不吃，我就吃完了。好的，为各位介绍。在上海吃到的烤鱼比厦门吃的那个烤鱼还好吃，味道非常的棒。一只一斤38块，这一只142块，弄了一锅。我跟各位说了，要来开始吃炒。你看我对面的小安老师一直在吃，一直在吃，看他点头就知道了。这次影片我会拍的比较短，是因为我肚子真的很饿了。就先把这个烤鱼吃一吃，再陆续到上海后面的行程呢，我会一一的把我接触到的美食陆续的po上网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OK，拜拜。